在工作场面上就是要这个样子，可是其实回到家之后，真的是那一种自我否定的人格就会产生出来，就会忧郁。那其实像有很多人可能会认为说，我一部戏接着一部戏在拍，好像对顺风顺水，但是其实殊不知我们常常是处在一种被打枪的那种忧郁之中，因为其实现在有一些戏是要试镜的，尤其是电影。所以有一次我去试镜，那一大早我就先起床，然后把自己整理好了，然后胡子也刮得干干净净的。那没想到快要到制作公司的时候，哎，奇怪了，我的下巴胡子周围，就是胡须周围开始在痒，而且发现有在起疹子，有出现红肿。那怎么办？要试镜啊，试镜不能让人家等啊，对啊。那结果在试镜的过程当中，我真的分心了。那分心以外呢，又看到导演看着我们。就是那个表情没有什么起伏，你就觉得完蛋了，这肯定是没有了。回去之后果不其然接到通知是没有拿下这个角色。对，那后来我经纪人准备了几款的那个护肤品给我，他给我用，我还真的是用了一个让我整个惊艳到，真的，因为那个产品你看起来太简单了，它不但让你惊艳，而且会让你有那种重活新生的感觉。越简单越不简单，真的，尤其是男人每天都要刮胡子，我们一定要找到适合呢我们这种年龄，对，这一种熟男使用的那些洗面乳啊，还有一些刮胡的那个护肤品，让每天都用得开心。没有错，新一代的男人味啊，就连刮胡子也要有。哇，今天有带来吗？有，赶快。分享一下。我一直觉得有一点点胡渣的男生是非常性感。我对胡子喜欢渣男哦。对，我喜欢胡渣的渣，不是真的渣男。但我觉得刮胡子不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吗？感觉好像用什么泡泡都可以啊，或者是你在家用沐浴乳这样刮一刮不就？男生不理解卫生棉有什么好讲究的，那女生也不理解这个刮胡子哦到底有什么好讲究的，很麻烦，你知道吗？那刮胡子哦相关用品哦如果不当的话，一刮完哦整个心情。真的很恶劣，真的会过敏，过敏啊！尤其我那一次真的是红肿、热痛，什么死人骨头都有。对啊，那个整个自信完全没有。而且那是每天要做的事情啊，所以这个不得不讲究。这个我知道啊，我们家也是用这个。这个呢叫艾草舒服，舒服，舒服啦，不是台湾国语啦，它不是胡子的，真的每次舒服啦，每次要念都舒服啦，艾草舒服皂，对啊，艾草舒服皂，这个台湾之光某某卖的超过15年，有很多国外的观光客来台湾啊，他们不是只买凤梨酥哦，他们买完凤梨酥马上就去扫货，扫这个艾草皂回去，对，就是他们家的东西，像这个艾草舒服皂啊，它是可以刮胡子还有洗脸一次完成，尤其是它那个味道啊，来，我拿这个给你们闻，来来来，很有男人味啊，对，中性的，没有那个什么花香味啊，水果味啊，或者是那个麝香味，它是一种男人的费洛蒙的舒服，男人一闻整个感觉都来了，闻起来很舒服吗？对，闻起来很舒服。还有它这个皂呢，它是来自于阳明山。那阳明山呢，它是有最充足的阳光，还有最自然的生态，再搭配他们的有机，有机的一种形态种植，这个纯净天然，对，纯净天然，它没有加任何其他的化学成分，对，然后呢，它重点来了。它是一年两次的收割，对对，只能采收两次，对，端午还有重阳这个季节，因为在这两个季节啊采收呢，它的那个植萃的活力，还有它的那个修复力是最好的，它可以镇定，然后舒缓，还有呢就是改善啊，有一些人就是比较敏感的问题的肌肤。对，你们看到这样一块哦，对不对？小小的一块，对不对？啊，前面为什么要摆这个？不是摆好看的、哦，它这样一块，啊，你才大地啦，啊，变成一地，啊，你变成一地啦，这么夸张，这么多，老师，加大地，啊，变成一地，这萃取了吗？还要萃取，这个是下重本的哦，而且他们还有配合。那个马鞭草，广什么香啊？广藿香，对，广藿香。所以其实它那个都是一种精油配方，对，都是一个非常好的精油配方。他们的诉求精神就刚才讲的，对，纯净自然，没有任何的化学有机的，对，是有机的呀。它就示范给我们看啊。好啊，好啊，我示范给你们大家看一下。用这个就是舒服了。很多人会直接拿着，那我一定要拿这个起泡网。起泡网，用起泡网会很省哎。对，就可以用比较久。有人不知道，就拿起来好好闻。对呀，对，哇。哇，这已经不是泡泡了，根本就慕斯，对，很绵密耶。
哎，都不会滑动。对啊，摸。哦，好 Q 哦，真的很 Q 的，很扎实，看起来好好吃哦，好吃。对呀，来一口。那水哦，我真的绵密。好，那我现在就直接来来，帮我们示范一下。这样敷在脸上大概两三分钟。对，你就敷在脸上两三分钟。哦。圣诞节的时候也可以这样出门哦。因为它很绵密，它不会往下滑，它就会粘在脸上。小朋友会找你要礼物。然后就可以刮胡子、洗脸一次搞定这样。对，然后你就可以敷个两三分钟。非常的方便。啊，刮完以后呢，哎，整个皮肤光滑柔顺，啊，脸上呢，就是有这样子一个男性费洛蒙。很 man 的味道，舒服。做一个清洗的动作也非常方便，你看，哇，对不对？舒服，很亮哎，光泽感，对不对？哎，会干吗？不会，不会，它完全就是有保湿，然后不会紧绷。嗯，然后重点是你再闻闻它的香味。我闻吗？香味。要不要我闻？其实你在那边应该就闻到了吧？这样就闻到了，真的。哎呀，来闻看看。很香很香。对，这个味道看喜不喜欢。是费洛蒙的味道哦。哇，想到初恋的感觉。真的很舒服哎，很香。真的跟妈。给爸爸闻。有 man 感啊，对呀，他两个女儿都闻到了。给律师闻一下，律师不会说谎。对对对对对对，有我们专家，味道是好的，味道。对，你可以捏我。舒服，因为它味道淡淡的，很天然，很舒坦的。哦，来来，给詹老师，詹老师最好。这个味道真的是开运的味道。哎，这个味道你们。哦，可以哦，非常开运，非常非常开运，它可以压一口臭。有时候我们嘴巴会有味道嘛，这个盖过去，味道是非常好的，而且很女生也爱用，而且很温和。你这样动来动去，我都闻到嘞。对啊，是啊，很棒，真的很棒。我发现现在其实很多女生也很喜欢用这一款。对，对啊，因为它实在是太温和，成分又天然，所以其实我们还建议可以是男女在家一起用，就不用摆一大堆瓶瓶罐罐的，只要一块就搞定。对，对啊，这个很棒。对啊，你就是把自己打理好嘛，啊，工作上、生活上种种困难迎刃而解，就可以成为成功的胜利。对，太好了。我之前有听过我一个朋友一个蛮精彩的故事，就是他那时候要结婚的时候，也是那种就是在社群网站上发了很多晒恩爱的照片，然后呢影片，他就嫁给一个还蛮大的名门家族，然后嫁过去之后呢，他们永远发的当然就是不乏吃穿用的都是最高级的，甚至家里好像有直升机，就真的是很豪奢。她老公跟她出席活动的时候都是那种会帮她开车门啊，然后一定帮她夹菜啊，然后一定会问她说，那宝贝我们接下来去哪里度假啊，就是塑造形象就是宠妻达人、宠妻魔人那种。然后结果到最后我们听到的版本是他们离婚了。是离婚是为什么？是她老公抓到他太太偷他钱，原因是他老公就是在外面都演出他对他老婆很好，对不对？可是在家里，他老婆是一家，他们好像住那种三四百平的大豪宅，家里没有打扫阿姨，没有保姆，他太太要扫地的。哦，打扫三四百平啊！对，先生一个月是给他好像那种三四万块薪水，但是他会买很多东西让他带出去，可是回家之后你是不可以变卖这些东西的哦。那为什么他们会离婚呢？原因是他半夜趁她老公睡觉的时候，用她老公手机解锁网银，然后转钱到她的户头。她老公抓到之后就立刻跟她离婚，什么都没给，然后就瞬间她就毁了，人生全毁，而且小孩也不给她，就是三个小孩全部都是归老公。老公很会演，所以一开始她每次只要想讲一点说，哦，我心情有点不好，大家都说，哦，你不要在那边就是炫耀了啦，你在讲一些安一些我们一般人不会懂的苦。不管说什么，旁边人都不相信嘛，因为她老公在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，形象，然后好像形象很不错，叫卡珊德拉症候群，意思就是说你的先生或你的太太在外面都维持非常好的形象，但门关起来之后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样子。所以只有你可以看到他黑暗面，于是你跟任何人讲，没有人会知道说啊，怎么可能会是这样呢？根本就跟你跟我看到的是不一样。然后有一个朋友，他是跟他的先生也是
当十年后才离婚吧，但这十年内他都过跟你刚刚讲那个一样，是非常非常痛苦的日子。这个先生私底下揍太太啊，家暴。然后对，但是很奇怪哦，家暴就会留伤嘛，对不对？嗯，他就是会用一些方法让他不要留伤口，比方说揍肚子，或用电话簿。对，然后太恶劣了，对，可能就是电话簿对啊，就不要让点责啊，不要让他看到外伤啊。爸爸会在外面，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妈妈露出那种好像有点难过的表情啊，他就会看小孩。然后小孩就还会保护妈妈，说哦没有没有，爸爸对我们很好。然后到最后这个太太真的受不了，她是隔了十年后，小孩差不多长大以后就带小孩子离开，然后她跑到就是台湾很偏远的地方住，因为这个先生非常厉害，他有很多的眼线，所以还要躲这个先生，那个心理压力是非常大。卡山德拉到底是一种什么？就那时候是有一个人，他叫卡山德拉，然后他的先生呢，就是情绪比较不容易显现出来。所以在外面大家都觉得他是一个成功人士，可是私底下对太太其实并不是那么好。然后后来就被引用成说，哦，只要你的枕边人可能是外面有一个很好的样子，但私底下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样子，然后对你很差，然后你讲，然后别人不相信，我们就说是卡山德拉症候群。哦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成功的背后有很多的代价，与其羡慕人生胜利组，不如自己努力变成人生胜利组。我跟你讲啊，这种事哦，詹老师真的看过最多了，他帮那么多豪门哦，看过风水，是，哎，每个豪门其实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阴影。当然啦，你有舍必有得嘛，你从这边得到就是失去那个，很多的豪。豪门他本身从小可能无父无母，或他成长有钱之后呢，就无子无女的。面相看个性是非常精准的，这嘴唇很厚的那种，强暴犯啊，那韩姐你啦，这样会不会得罪一点嘴巴厚的？嘴唇很薄的，嘴唇薄的冷漠无情，无情。OK， Oh my God， 上薄下厚的过于聪明，上厚下薄的痴傻。哦，大概这样子。那到底要怎么样？到底谁好？对呀，对呀，准备一个好的。上下厚薄得宜，唇红齿白，牙齿粒粒分明，无缝无沟，没有参差不齐，都是有口德、讲话有内容的人。OK， 做得太好，就是有口。好，这个今天的故事呢，听大家分享完呢，我就更喜欢狗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狗永远是狗，人有时候不是人。谢谢今天大家的分享，谢谢，谢谢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讨论呢，快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小铃铛，收看最新影片。欢迎大家在影片下面留言给我们意见，想看更多精彩内容，请点选旁边的影片。